一字底，点，这个横不要写太长，点在横画的中间偏右，这个撇在横画中间起笔都可以。竖提，竖要细，提像做带顿一下提上去，要粗要长一点。这个撇的起笔紧靠住横的收笔的地方，这个尖笔小，实现上紧下松，那由细到粗。这边注意错位，整体的话要捺笔要放出去要长一点，起笔的位置啊，不要太靠下或者靠右，竖要细，提要粗要长，这个竖要用垂露竖，不可以写的太粗太长，横要细，到转折处提按要重一点，向下垂直要粗要长一点，勾勾的时候要注意内圆外方，这两个竖要有粗细长短的变化，横细竖粗，注意这个是向内收再出来，两头粗中间细，内圆外方，说要向上靠，左低右高，口上宽下窄到梯形，对横一横的间距基本相等，把下面的间距要大点，上紧下松，竖与竖的间距基本相等，对两个竖要垂直，这两个竖要斜，四个竖的要变化要粗细，左边这个要细，右边的要粗，同样里面也是